大家好，我叫阿米拉苏哈达，你们可以叫我米苏。今天我想等等，只是我不知道我想等什么话题。我知道，我想等等我的下辈的亲密。自从去年开始在家学习以来，我为这个房间买了很多东西，让我演示给你看。首先是我的学习地点，我在雪碧150零钱的价格购买了这张的有这个解析的座机。我以前用过这把椅子，但我各个把它摆成两本。所以我买了一把新的，这款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游戏椅，很舒服，有按摩枕，我也可以躺下。我还买了一个手码风扇，因为我的房间太热了。第二类是家具，首先是这个书架，我已花了30零钱买了这个书架。接下来我买了这个储物架，我以前用过这个，但它太大了。这个太漂亮了吧。哦，我也刚买了这个窗帘，闪亮性帘。然后我也买了这个超低来的地这里的，因为我讨厌城市。嘿，看看我这里的仙人掌，太可爱了。哦，我为我母亲的生日买了这盏灯，但她把它放在这里了，我才倒不想要。第三类是运动。这是我的最爱，我的健身车。然后这条线可是升级打出了，它正是伤害我。不用，升级也可以玩，就这样。接下来我买了这个坐起来，但很好，嘿嘿。哦，我也买了这个地震秤，但是每次尝试我的地震都会发生变化。最后可爱的东西，我买了这个月光灯和仙女灯，它们太漂亮了，月光灯也可以变色。然后我买了这本毫无意义的书，但没有意义了，你可以用它做任何事，所以我什么都不做。然后这个，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我买了很多发带和发箍，它们很可爱的吧。最后是雪包，这个小熊，这个锅，这个手机壳，这个网络摄像头，这个移动电源，外置硬盘等等，一切都来自小B。虽然我在下笔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总是以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折扣。我在6月的折扣期间买了鞋子，他们昨天刚到，让我们来看看。
哇，今天跌得真好涨啊！是的，我在 Shopee 上买了很多东西，我喜欢它，因为它比在商店购买便宜的多。所以这就是我的全部，阿米拉苏哈达。谢谢大家，保重，再见，拜。